是在这个2018年9月份开始的，到2019年6月把这个大墓给挖出来。就我们这个是金国晚期，是到战国早期吧，某位金国的一个夫人。墓里头那个，因为这个墓有8个道道，大部分那个大件器都没有啊，大部分都是陶器、陶片、瓦，少的那个玉器，因为有这个1000多件，地上建筑有这个200多平方米啊，地下的墓口啊180多平米啊，那个是山西到目前为止第一次。